와우, 好长啊！你都是怎么怎么锻炼啊？这样吧，我挑战在30秒内，就是比较顺畅、没有错误的读完这一段。我目前不知道我自己的挑战能否成功，大家可以帮我记个时。好，帮我记个时吧。三、二、一，开始。广西壮族自治区爱吃红鲤鱼、绿鲤鱼，驴的出租车司机拉着苗族土家族自治州爱喝自制的刘奶奶榴莲牛奶的骨质疏松患者，遇见别着喇叭的哑巴，打败咬死山泉44棵紫色柿子树的44只石狮子之后，碰到了年年炼牛娘的牛郎，念着灰黑化肥，灰花发灰，灰挥发，走出山冈官方网站摄制组，到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府南宁市民族医院就医。好，我来公布成绩，我来公布成绩，21.96秒，哇！我特别想听 Demi 念一段这个。Demi，Demi，Demi， 杨坤一直卖 Demi。广西壮族自治区爱吃红鲤鱼、绿鲤鱼的出租车司机，拉着苗族土家族自治区爱喝自制的牛奶流年牛奶的，你们在为难骨质疏松症患者，遇见别着喇叭的哑巴，打败咬死山前44棵死柿柿子树的44只石狮子之后，碰到年年念牛年的牛奶骨头会挥发，走出山冈官方网站摄制组到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府南宁市民族医院就医。哦，好难呀！你好厉害 ，Demi， 超难。我跟你讲，山下这几十户人口都知道，牛奶来炼牛郎。牛奶奶。就是我有一个就是小特技，嗯，我目前遇到就是所有人好像都没有能够做到。哦，不一定哦。确定吗？不确定。那我待会做一下，然后如果有人能做到的话，那就可以满足他一个愿望。好，安妮老师先准备50万吧。要是50万的话，我也努努力，我也对一下。努努力，我也过掉了。就是这样。这样。等一下。你想试一试？你们很想试一试？怎么弄呢？再来一下。
这样。等一下，等一下，安妮老师，50万，我跟你讲，没得跑了，准备好，大家请看。等一下，我的手机对吧？等一下，我的手机对吧？哇！对对对对对！哇！我行啊，我行啊，我试试。等一下，来让我看看。哎，可以！你反了！100万！我不行，没错。其实已经骨折了，这里你就说吧，你就说吧，安妮老师，这50万给还是不给？给不起。赶紧穿衣服，赶紧穿衣服。没事。